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这边请。祝您生日快乐，祝您生日快乐，干嘛？祝您生日快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他们马上下班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给你准备一个神秘大餐。我陪你一起。不用陪我，我自己去就好。很神秘的，亲手做。您辛苦了，快下班吧。哎，你加油啊。嗯。相公，切感到早晨花到，那就把它。生日大餐了。进来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弄好了，很快的。真的可以自己弄？哦，很简单的。不用帮忙啊？这样不用去。加油。很简单的，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怎么样？我尝尝。不要尝，就拍照留念一下就好。因为我没有尝过味道，所以我觉得，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？真的？不是吧，我尝一下。不行，你给我做了长寿面，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吃完。那就是不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别吃了。